有别于我个人是谐星的，但是这位非常有气质，他今天也要带来四首歌来给大家听。我刚才彩卷好，你看一下彩卷好下面什么？哎呦，刚有飘过对不对？彩卷好帮忙写了他的名字，我们来欢迎非常可爱的翁子曼。哦，今天也是女神的 look 哦。
真的觉得你很用心在跳舞给我们看呢，真的哎，原来你舞蹈底子这么好哎，就是喜欢跳舞啦，是不是？我帮你问一下，你就有信心吗？我们刚才能物资卖跳的好不好？谢谢 ，Hello， 耶！我已经一阵子没有来到新竹了。哦，你上次来的时候是你还印象是来玩吗？还是应该是个拍戏之类的吧？我也忘了。应该是工作应该是工作。那你知道我们那个竹联寺啊，是这边当地的信仰中心，就有拜有 Bobby， 他们好像在七月底是不是还有那个金铲子啊，就想要生小孩的，然后就是来这边啊拜就可以生小孩的。那如果是想要男朋友也是，那我赶快拖你进去好不好？你需要吗？你本人需要？我需要啊。你骗的，真的大家想把你带走？没有我觉得是你太忙了啦。就是最近也要开始陆陆续续，之后也要拍戏了，因为之前也演戏了啊，然后现在也要主要演戏。对，没错。那你有什么就是挑战什么角色是你很想要挑战的吗？挑战角色就很多哎，好笑的、搞笑的角色。你也想当谐星就对了。对啊，其实默默的想要当谐星很久了。要，如果漂亮不要当谐星，谐星我们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因为其实呢，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我觉得能够跟大家这样一起过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对不对？然后唱歌给大家听的。因为其实我单身一阵子，然后每一次就单身的时候，如果有工作我很开心，就可以跟大家很多人一起过这样子。而且就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这次高雄发生了这件事件，对，然后刚好我们就可以就是为高雄一起祈福，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意义。因为其实我想应该这几天你有看到电视新闻，我觉得每次看到每次就想掉眼泪啊。没错，真的，就是我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眼眶都红的，真的受不了。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这几天全都在忙，然后忙碌的时候又看到新闻的时候，其实超级震惊，可是又一直想要关心，就是会一直要看那个新闻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怎么样。对，你不要哭啊，我没有理由，不要哭的感觉啦。很关心，我觉得大家是用同理心啊。像是我就看到那个最近新闻，不是有人说什么，还有人全面围观拍照，我就很想打他们说你们不会将心比心吗？等等之类的。真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就是，如果去到现场，不论你是刚好到那边什么，就是希望可以不要去打扰他们，不要去阻碍救灾的情况。对，然后呢，珍惜身边所有的人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个主委叫你们怎么样？好好念书，好不好？然后不要乱做坏的事情，这蛮重要。因为其实今天蛮多都是那种十几岁的年轻人这样子，都是很年轻的朋友一起过情人节。是的，那你等一下你会下去跟他们握个手过情人节之类的吗？是可以啊。好，那我接下来你还有两首歌的时间，对，那我就把慢慢交给你们咯，给他个尖叫声，谢谢。刚刚带来两首就是快歌，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比较慢的。那其实现在有人是带着另外一半来的吗？男女朋友哇，寥寥可数哎，好少哦。所以其他都单身的人吗？骗人，单身的举个手。好，真的都单身。哇，好，那我跟大家一起过。因为其实每一次情人节的时候，我也都是常常到刚好是单身的状态，所以
今天带来这首歌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另外一半的时候，总需要一个拥抱，或是其实是家人也好，你爱的人也好，因为其实这是发生这些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台湾最近发生好多事情，然后生命很脆弱，所以爱要及时，那要赶快跟你身旁那个人，不论是朋友或是你最爱的人，赶快跟他说一些话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 You Don't Trust Me At All， 送给大家。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超级被动的人，然后对于很多我觉得要及时爱的人啊，或是我觉得要跟他说谢谢的那种人啊，都有时候会很害羞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要
及时去说，因为像我们知道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然后每次看到电视新闻，很多人的最后一通电话可能都是很不经意的，可能还有好多好多话都还没有讲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勇敢，然后很幸福度过每一天，好不好？OK， 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我要我们在一起，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可以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度过这一次，不论台湾在各地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能很平安。献给大家，我要我们在一起。
哇，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很经典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有唱过，也难唱哦。好，接着下来。